这就8×8啦哈，然后因为我的主题是那个蝴蝶啦，所以我就用蝴蝶取它的元素哈，包含毛毛虫的哈。好，蝴蝶。还有那个这个。这个有没有老师说老师好像有传这个图给你们看了吗？有吗？这个我有传吧？有吗？还是没传？有没有传？不知道。好，我自己也忘了，等一下我再看。有没有看到这就是参考的哟，变成衣服有看到哈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取元素哈，你至少取六个哈。比如说最简，我先从最简单的蝴蝶的翅膀哈。我直接用麦克笔画，你这样比较节省时间。好，你可以用铅笔画，因为老铅笔画完再上色哈，因为老师要节省时间，所以我就先用麦克笔画。好，比如说我取元素哈，比如说它的翅膀嘛，先取最简单，我就先画，这算我元素之一哈，你不用太被我局限到。你可以先很自由的取元素哈，我取它翅膀。好，那颜色是你自己去，刚刚我有说嘛，颜色是你最后深思熟虑决定颜色哈，你可以先把它取出来。啊，然后这个我可以涂颜，把它先涂满，因为我要蝴蝶嘛，这是我的元素之一。好，你看这样是不是就，到时候我还没涂完，到时候你看这是不是就是第一个，第一个就是我。